Yes， 今天我们来玩 Happy Glass。大家好，我是 Jason。今天呢，这款玩着很轻松的游戏啦。这款呢，跟上个两个球，就是你要用任何的画线的方法来去让他们两粒球放在一起的。所以这个好像是同一款嘛，同一款公司的。我刚刚玩过第一关了。哦，这个是什么？OK。满意了哦，第二关，然后就是 ，Yes， Genius， Call me Genius， 完了嘞，但是拿不掉，这样，哦，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 ，Yes， 然后第四关其实蛮简单的，蛮不错玩的，慢慢继续 ，Yes。就是，两边都要吗？来吧，来个有难度的。重来。你看几开心。机关，然后这是什么？这么两粒球的，这个要这么，所以我们这样吗？可以耶，可以呢，蛮轻松的。这个叫我看影片的，我不要。到完喽。灌溉了，抓整个脑袋。这就是背了一身，现在没有 mistake 过，所以第叫 next level， 哇，这个是两个的嘞，两个背的，所以，这样子吗？可以，哎，我天才呢，这个游戏公司给我就这样回啊。哎，还没有满呢，这个，所以我要画得很小心呢。是什么？哎，刚刚好，可以啊，他们两个人的笑就可以了。这是什么？野蛮，他不给我画直哦，怎么可以呛呢？假如我刚刚那一关画直怎么办？这是什么？我突然想到这个方法，报应啊！然后这个是太简单了呢，干嘛呢？跌了两粒出来，老爸非洲小孩子都没有的喝呢。这是和我刚刚的那一关差不多一样，也是一种悬吊的概念。十关打算玩到第几关？二十关。用这种悬吊的概念呗。这个游戏给我毁了，太简单了。你可以来一个男的吗？你公司那么大，还好啊，我也不知道公司有多大。等下，等下，嘿。接下去，第十八关。我在画什么？拜拜，灰西天呢？可以呢，平衡感，要求是给，你看一滴水都没有漏出来。为什么？这也是画一条线呢？我下的几开心啊！这是什么？他给的都太明显，太简单呢。你很怪，这是什么？他不给我画完呢。还是一样啊，三粒。很多球啊，这一个，这怎么样？这样子哎。
哦，有玩到，不错不错。叫我看影片，看影片有什么东西拿没？就是。这个游戏可以做一款悠闲的游戏讲话。哦，挖出来了！今天打算玩玩吗？玩玩这款游戏。Yes。Pony Spiliato。Next level。这个是。哦，还可以地下去化的，然后有诀窍的。可以倒，我那个线画太长，我卡关了。哦，可以 ，Yes， genius， call me genius， next level。所以这个是怎么样？我后悔了，可以给我一点容易的没？可以耶，利用跷跷板的原理，就是准备送死罢了啦，这个不行啊，塞在那个杯哦，喂，弄不下去，哎呀，太死了，直接降啊，过来了，这样你干嘛弄倒我的杯？可是活佛慈悲你，哎，啊，对，就是这种节奏。不行，我怕太晚了，可恶，不进我便会死没。啊，对的，这样增加一直增加那个钱有用没？有用没？哦，那个是提示，有用。那个我知道了，这个，不要你，不要。对，倒下去，给他满。Yes， next level。噔。其实我最近一直在想哦，我要玩什么游戏嘞？其实我最近一直在找游戏来玩，怕有些太难的还是什么会卡关，还是有些会导致让我的电话很容易卡这样子，我是担心这些啦。所以他有多少关其实我不知道。什么呢 ?No thanks。Next level。反正就是那么隐瞒的脸呢。这怎么样这给他满吗？就是一直给他满了。哦，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什么都不用做了啦，就给他满就可以了。可以再倒。要用跷跷板的原理吗？哦，可以，你不要弄倒我的水啊。哦，他的脸，那张惊讶的脸，不行哎。可以呢，就是这样，减少一半的水量。我在讲什么？这话吗？过去那个水过去。你看脸抽到。再来一直加哦，可以，就是不断给在水牛里面加一点毛之类的东西，这就是原理呀。这什么？这个超简单啊，敢欺负人家智商啊！所以它有多少关？其实我这个我现在录制是在凌晨录制，嘿嘿，下午在睡觉呢。哦，可以，这样子可以。Complete next level。这一代有感觉给的太轻松了，一直破关呢。哦，这个超简单啊！冲凉喽！所以他旁边那狮子来这么的，就是噔。哦，你看，总差一点点的，那差一点就掉下去啦。再过去，左过去，刚刚好。我觉得如果他画的那个少一点的话，就应该有挑战性了啦。因为都是觉得我这样你给的比量太多，
我随便画一下就也是可以破关，这也是很简单啊。刚刚好，不多也不少。来玩，好了，我应该玩到50，我就 stop 了，因为我也不知道。哦，他那个橙色的会什么的嘞？哦 ，OK， 这样子。哎，你卡着我的水干嘛？野蛮哦！啊，忘记了，可以了。你要让水有动力啊，慢慢流过去啊。所以这个是这个橙色的一定会跌，所以我们要盖掉啊。Yes。Yes， 给他满，嗯，不能，那个东西多一点，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满 ，Yes， 可以，就刚刚好，43 level， 49 level， 好，OK， 接着这个东西就是噔，这个影片的呆都要放什么攻略影片吗？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东西，所以下面那两粒球来干嘛的？传宗接代吗？毕竟它是飞啊，飞升路啊。哦，拜拜，他到另外一个世界了，哦，好，所以怎么样 ？restart， 他不给我 restart， 卡机啊，不会吧？哎，不行啊，你这个游戏出 bug， 欺负我啊，卡机鸟，我必须要退出先。好，我们回来了，刚刚不知道怎么，所以我们继续来破这一关，所以这一关是。所以他那个橙色的好野蛮啊，就一直顶着我呢。哦，大概知道怎么了。以他那个水的位置，流动的水刚好是对准那个，所以我们要，刚刚好，给他一点重量来支撑着那个橙色的，不要给他跌进那个杯里面。这个我一画都没有什么注意性的嘞，都刷到干净，喂，刚刚好。所以我们要很省那个线，很线。那野蛮的要死，好讲啊！这样子应该也可以满，不能满，其他先 ，yes， 给它跌了就可以溜进去了 ，yes， 刚刚好可以满。豆还有两关，我们来玩看。这个很野蛮哦，所以我们要利用物品的重量，刚好一杯，再来一杯，好，50关了，最后一关，然后我就要继续叫了。水要高一点了，不行，所以我们画一个三角，给那个水以斜坡来流下去。哟吼吼，可以了，就这样了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请把我share出去啊，然后按 like 一下，然后知道我的新影片就这样按定。其实我今天很累啊，不知道怎么。好了，今天就这样咯，拜拜。